知道我一直跟你说的是什么吗？你要现在借助你现在的人气，帮助你寻找自信，你得说的有滋味，人观众才爱听。你这说的跟一碗水似的，人不爱看，跟白水似的，谁爱喝你这玩意儿？就是说，刚才我们俩聊啊，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啊。换一种思路来说，每一个观众爱一个演员的时候，他会取很多爱称，那么这些爱称是根据你在舞台上的形象与表演塑造的人物，就结合你饼哥刚才说那种，你老跟睡不醒似的。但是兄弟，你这个活如果所有的活都是以这种方式去使的话，有些作品是需要硬度的，是需要感染力的。以你现在的状态，碰见一些比较强势的作品的时候，显得就没有力度，没有张力。所以说我希望你饼哥能带动起你来，就说白了，起码精气神得出来，俩人得咬。我得给你刺激上。对，能刺激上。你饼哥那一嗨，你记住了，搭档之间的感染力很重要。他一嗨了，我台上就跟着嗨了。有时候我一上劲儿了，他反而也跟着上劲儿。就是搭档之间是互相刺激的。就是你，我希望你是通过这场演出的时候，你需要一个强势的人去带动你。你需要的是那种一说一声投入，这就对了。